Hello， 各位早晨 ，Hello， 早晨 ，Happy First Day 啊 ，Happy First Day 啊，即系唔知 happy 唔 happy 啦，咁啊就有淡仓就应该 happy 嘅。你有冇啊？你应该或多或少有啲啩。我有啊，但系我淡仓系寻日转向之前买噶嘛，我唔系转向嗰个高位买啊嘛，所以就冇钱赢啦，输紧钱添啊。唉，好失望，我以为港股今日可以嚟多一次，其实佢可能嚟咗，头先佢已经可能已经做咗一次反弹。系啊，即系头先缩到诶，转灯转灯嗰下，嗰下已经系一个反弹。咁其实都有成200点噶啦，嗯、如果你买呢个嘅熊仔嘅话，都有200点食啦。HSI 红军牛军应该今日都如果睇得啱都有赚少少嘅。都有嘅，系红军咧就食早段，系系诶咩牛军食早段，红军诶、红军就食呢段啦，系啦，而家呢一段系咯。咁啊，我啱啱同小珍有咪前有讲过，咁其实今日可能3690发得比较劲啲嘅，咁主要都系攞住佢嚟诶作个市啦，系咪先？咁头先今日最低见144.5啦，咁而家弹翻上146.2啊。系，其实除咗即系3690咧，我想话即系诶，700啦，虽然系都系真系跌得比较叫做有啲，即系都有跌幅啦吓。咁、即系388都跌得好鬼咁，3% 穿位添。系啊，創新低啊，就388。但系啲人近排琴日有數據話佢嘅 IPO 呢排係回軟咯，不過知啊，真係唔夠啊 ！Hello 各位觀眾啊，水加持啩，所以388真係唔得啊。嗯，我估過咗嚟呢度，多謝曬。誒，你快啲 comment share 同埋 like 先啦，係 like 得太少，我覺得你哋主要都係受到科技股嘅拖累咯。咁睇下先，仲有啲咩先？科技股啦，咁啊，同埋今日啲內房都跌得急嘅，即係啊，琴日已經陀衰家啦，今日繼續陀衰家。係啊，2007啊，都又懟8% 啊嚇。哇！咁啊，另外就仲有壁虎啦，6098啦，亦都係哇1.1%添喎。壁虎真係勁啊！壁虎係咪9%？壁虎係咪追落後啊？個跌幅係咪準備追？同你阿媽睇齊係咪準備？真系咧，搞乜鬼啊！不服，我相信一路以嚟咧，我对于呢个某板块判断最好嘅咧，就系呢个豪赌股同埋呢个内房股，因为可能相对了解真系比较多啲啊。因为之前譬如呢啲2蚊鸡嘅时候，我都重新一次，我觉得你2007呢啲咧，真系可以无限咁跌嘅。系，因为你个问题真系好似俾人咧割截板埋一边啊，即系有得佢继续烂落去，即系个苹果咧已经开始腐烂，我唔抌。就劈喺度，重注，继续注落去，系啦，咁啊，睇下佢几时切咯，系嘛？系啦，系啊，唔系咁佢会自己溶咗，系啊，好恐怖，跟住就会引嚟好多咧啲乌蝇啊，系啊，蛇虫鼠蚁啊，就系揾其中一只蛇虫鼠蚁吞咗佢咯。啊，可能真系乌蝇或者追虫咧分解咗佢，分解咗佢噶，溶咗噶喎。咁呢个情况真系好差，即系你好似讲紧系好多人啲几，即系谂住供300-400万啲楼咧，某程度上咧系。自賣出去俾其他人，因為樓價會跌噶嘛。如果佢用一個差嘅處理方法，譬如我接收嗰啲賣唔出啲貨，譬如琴日有傳緊係咪咩蘇州咧？係咩話政府諗住接收當地一啲即係啲房單位啦，或者即係貴收歸國有。係啦，或者可以咁嘅咩？或者地方政府可能即係傳咯，即係某程度上其實琴日嘅反彈都係因為呢個消息嘅其中一個因素啦，係啦。系啊，咁就大家点睇啦？咁啊，唔知内房两蚊嘅时候，其实我估嗰阵时应该好多人，譬如碧桂园两蚊，应该几多人都入咗少少货。系，我觉得我自己不嬲咧都唔睇好内房噶啦，因为我有识个专喺内房做嘅 friend 咧，佢之前都话冇啊，死晒噶啦，死晒。系啊，尤其是即系内房嘅债券市场系死晒，做唔到融资，所以你冇办法埋尾你啲工程，亦都冇能力去再去话做个货如轮转。哎，我呢一头卖完啲楼，资金回笼之后，我又再去投新嘅 land bank 咁样，即系成个玩法已经冇咗。即系同埋再去即系可能银团贷款，攞高杠杆嘅借贷翻嚟咁样，咁冇噶啦。咁然后还翻高息俾你，即系成个business model 咧系冇晒，所以佢哋系死晒。佢已经喺呢一行10-20年噶啦。系啊。咁所以我都好信佢。咁就话千祈唔好搏，越搏越深。系啊，越踩越深。琴日我唔知系标普定系维理咧，就剔除咗，即系直接唔再评级啊。两间内房，一间恒大，恒大算啦，佢已经
本爛就本住爛落去，但係佳兆業都係其中一間。啊，係啊，即係佢唔再得到即係我再 check 翻唔知標普評邊間，即係對佢啲債券評級或者成五評啦，即係都立唔知係咪特別因垃圾，垃圾都不如啊。直情俾評級佢嘅目的啊，係啊，撤銷咗咧個恒大同埋咧個嘅佳兆業嘅評級，因為信息不足。係啊，即係我問你啲嘢，你又唔答我，咁即係你。其實咧，我想話咧，有朋友講起咧，佢話啊，點解咧恒大呢啲咁大鑊又停牌又成？點解咧香港嘅 SFC 咧，佢喺香港上市噶嘛？點解冇調查唔開 file 嘅？咁。哦、因為有另外一班人調查緊咯。咁但係如果係從一個即係以前舊有嘅制度裡面，你一定要開快腦啊嘛！你上市公司究竟條數係點？你再係咁樣嘅話，我就要即係 delete 你噶啦嘛！我覺得你，我覺得呢個 case 係由中央政府接受咗佢調查啫，唔係話冇調查嘅。係啦，咁所以個機制係點樣嘅咧？咁啊，所以引嚟一個討論啦。唔係，即係而家只不過係你係地方警察唔緊要，FBI 接受咗啦，得啦。OK， 我哋已經係叫做真係 bypass 咗，係啦，係啦 ，bypass 咗，咁由佢 take in charge。我覺得都會好啲嘅，你港交所或者你證監調查，你點查啲嘢啫？你派人上去喎，你逐個城市入去啊，逐個政府，逐個地方政府刁難你喎。係啊，大家都係地方政府，做乜你香港特區政府嚟調查我係咪先？冇啦，所以有人整緊嘅，但係我估恒大應該都係拖到最後先至會復翻牌，跟住再插翻落去咯。係啊。內房真係好差，你懂的，係啊。Bruce 哥，恆慈汽車係咪收咗皮？梗係啦，你有見過架車咩？唔係，我覺得恒大係，我覺得 OK 嘅，繼續停咗牌啦，呢下先收啦。佢量產嘅，可能佢會嚟翻嘢絕地反擊咯。咁但係嗰下就要走啦，如果你有貨嘅話，無論你幾多錢貨都好。係。咁就我見啲車股都排住落去，即係跌幅都大喎。係啊，嗰啲惠小利啦，尋日見到啦，喺呢一個美股有啲彈咧，之後都冇買啦。咁啊，今朝早即係98662015好啲咯，就暫時都仲係有見到綠燈嘅。9866啊，9868啊，兩隻都係要回嘅2%咁多。嗯，係啊。咁但係1211又真係幾硬淨，暫時都仲係靠穩到。咁啊，升緊4毫子，195.4。冇啊！我繼續係睇探佢。今朝早有啲人話：喂，唔係啊！我見到花旗個牌出嚟接貨喎、哦，買入哦買嘢哦，真係咁可能似花旗不同皮花旗啦，即係你明的。花旗我都客户嘅。係啊，咁唔係得一個客户嘅，唔係得股神一個嘅咁樣。嗯，我啱啱見到50大啦，咁金沙呢個價係咪可以再敲位再做翻 call 咧？如果你想短暫炒波幅嘅。因为又去翻17蚊啦，我真系觉得冇乜，我谂唔到啊！你叫我咧再继续去，即系你见我跌到呢啲位置要 call 翻上去咧，我真系冇咁样嘅，我觉得好似咁样违背咗，系啊系啊，即系因为我又唔知道20大出到嚟有啲咩惊喜啦，咁但系人民日报啊，系咪人民日报咧？好似係啦，咁啊官媒都有提到，即使係20大之後咧，即大家都唔好諗住有啲嘢好大不同啊嘛。嗰、那個佢都講到明嗰個動態清零嘅政策咧，都會個堅定不移啊。係啊，都係維持落去噶嘛。佢講到明個 time frame 係20大都係咁、啊，咁所以咁你冇曬呢個希望啦，即個憧憬冇咗嘅話。咁我20大仲有咩憧憬啫？我覺得對投資市場嘅炒作方面嘅氣氛會有打擊嘅。我絕對係。係啊，因為大家都係一，其實通常個市場投資者同嗰個政策憧憬，如果氣氛一致，就係大家先至會做嘢噶嘛。即係就算當你啊出口術啊，但係你咁樣口術出咗嚟，我都唔喐住啦，係咪先？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咯。當係管理預期啦，唯有你只有心中自己明默默咁樣憧憬，就係佢可能得個講字，但係可能嚟緊會慢慢放鬆咯，係啦。係哦，即係講就講話動態清零，做咧就係可能會真係個嚴。但係我見我尋日有啲 friend 咧，即係繼續 send 啲 message 出嚟咧，都係話繼續係有清零個政策嘅喎。係啦，上海啊。好多地方都爆得好勁啊！好似係啊，呢個係彭博嘅資訊嚟。好似齋蒙古定北方、西北嗰啲地方，就成3-4千單確診嘅，係啊。嗯，
係啊，所以佢依然要繼承呢種制度，真係好難搞，係。係啊，咁啱啱我尋日先至係啊。收到呢一個信息，彭博係啦，彭博嘅資訊都話上海係好靜態地咁樣 shut down 咗啲學校啊咁樣，同埋啲公共場所啦，係啦，咁正正就喺廿大前啦，咁似乎都係好多學校啊，或者成個城市都係停緊課咯，所以大家都唉。我唔知道，我覺得呢種情況真係好有一種即係特別你處身於香港啦，你經歷過同即係同內地一致曾經一致嘅清零嘅嗰種方針啦，到香港而家開關啦，即係你香港特別尷尬，即係嗰種經歷特別深刻噶嘛，即係因為你經歷過嘛，你唔似新加坡嗰啲咁早開波就對外開放，咁你對於嗰種清零帶俾你嘅好與壞，大家都會即係好客觀地去睇得到咯。係啊，係啊，咁但係佢要咁，佢都要咁行都冇計嘅。嗯，係咪先？係啊，我琴日好似今日琴冇同你做節目嘅話，同另外一個同 Hilton 講，定係同邊個做緊節目嘅時候講起我啱啱有另外一個星啊澳門朋友過咗嚟，即係佢就係講緊，即係佢係做西廚嘅，啲鬼嚟嘅。咁佢話而家澳門直情係。首先他已經是要去到一個階段呢就要用一些暗力去推走所有外勞即是不續不同的續約但是你本身留下的那些米芝蓮餐廳啊因為你博企裡面有很多高級餐廳嘛那些什麼蹦巴那些他簡直是不續咯那你那誰做啊那就強行你 local 的人上去咯咁但係你 local 啲人，但係未係啦，你唔 qualify 嘅喎。Yes， 係啦，佢無論係樓面，佢唔係總廚嚟嘅，或者廚房入邊嗰啲都夾硬推上去。係，即係揾啲三四線嘅拱上一線。咁咪構成嗰個超級死循環咯，即係質素永遠都唔會提高啦，而 QC 永遠都係唔會放越下。但問題係可能佢覺得，咁啲餐廳都冇人嚟食嘅啦，擺邊一個落去，使乜擺啲咁勁嘅米芝蓮？而且咧，佢話直情澳門蹦巴啦，香港都有間嘅。佢話咧，蹦巴啦叫做。即係有個咩2/1%嘅蹦巴，你要 search 香港都有間，係好貴嘅。佢話直情咧，而家話為咗吸下啲大陸客咧，係吸嗰批中長客，佢連嗰啲菜量即係每啲西菜不嬲都係碟大，份量細啊嘛。佢而家唔係，佢整到啲中菜咁大份，大件夾抵食咁樣，係啊，係啊，即係呢啲係一個意大利人同我講嘅，因為佢都好執著依啲菜嘛，即係你唔可以擺個菠蘿喺 pizza 上面嗰啲嚟㗎嘛。係啊，好正，其實我又覺得好合理喎，佢哋嗰種即係廚師嘅堅持啊，係啊，佢好堅持呢啲嘢，係啊，咁係嘅喎，真係冇人咁樣搞啲咁樣嘅嘢嘛，搞到真係唔三唔四。即係而家你睇到澳門成個 market。而家成啲客嘅消費力同質咧已經唔係以前嗰批嚟噶啦，係啊！佢哋話而家好多以前喺澳門打工嗰批外勞啊，即係嗰啲表演者啊、鬼嚟嘅，即係或者係意大利餐廳啊，或者高級餐廳啲廚啊或者經理，全部去曬菲律賓賭場。嗯，一個邊做到嘢，係好多大陸有錢啲賭客都去咗菲律賓先。係啊，我香港都有間噶喎，有噶香港先噶，係啊，蹦巴拿嚇，蹦巴拿。八又二份，呢啲係堅係有價錢嘅。喺中環遮打道，力山大廈，大家可以去 visit 下。女士咧去到必打卡，必打卡啊！係啊，高消費啊嘛，快啲同老公約地下啦。係。哇！一個午餐都1080元加廳，即係可能我成日幻想啲女仔同女仔之間傾緊啊，我琴日去咗蹦巴啦，或者去咗中華Lemma Zuma食飯，即係真係啊！咁啊係啊，係唔知啊，我冇乜特別個，覺得咧啲咪又係意大利菜，其實我幾中意菠蘿加個 pizza 都係啊，好出名嘅係啊！哇！我繼續係中意，唔係咁佢哋有佢哋傳統嘅好食咯。就我覺得地踎有地踎的好吃，米芝蓮有米芝蓮的好吃，啊、但講嚟講去都是講性價比，我覺得，啊、即作為一個精明的消費者，所以咧就如果講頭先嘅話題去到博企股，我覺得他哋應該係的確會慢慢係喺即已經見咗底啦，咁但係嗰個常態要開始適應啦，即市場要適應而家嗰個過去澳門賭錢嗰班人的消費力啊、質素啊，咁你股價可能會反覆地咁樣慢慢向上咯，係咯、啊。所以嚟緊1928，你又睇下唔住得唔得啦？
哇！阿莊即刻走出嚟嚇，咁係 PP 同佢影個相啊！哦，OK， 勁喎！咁阿莊都係金融人嚟噶嘛？嗯，各位可能有啲斬磨嘅時候，咁咪就搬翻啦。財輸錢嘅時候，大家樂啦！香港二次回歸之後，哦咩啊？八又二份一係好出名，真係冇食過喎呢間。我都係俾人帶去水咗一次之後先知好貴。係咪你俾錢啊？你要俾錢，男士都幾慘喎，真係。係啊，請人食飯啊，又要咩成咁樣。入到去就知道，唉，真係，我都係通常我都係唔俾錢嗰個嚟噶嘛。係當然啦，女士嚟嘅，我應該。即系我成日都觉得都几金喎。我僆仔嘅时候咧，中午咧又俾两个女同学带我去，我今日就带你去 train up 你成为一个gentleman。哇！嗰阵时我好天真啊，咁即系点啊？要放心啊！我哎呀，你做咗水鱼喎、啊！系啊，你跟唔系佢哋又好啲嗱，至少佢即系佢至少同我讲啊，我今晚你要俾钱嗱，我带你去咧，你第日咧就会获益良多，就感谢我哋两个。三粮教子，系啊，咁啊，带我去日本餐厅啊！嗰阵时其实几年中午中六嘅时候，我估中五中六啊，咁但系我要俾埋佢两份咯，即系加埋1500嘅。系咯，哇，系啊，咁你食咩啊？日本嘢唔记得咗，好似一间喺铜锣湾嘅日本餐厅嚟嘅，执鬼咗噶啦。但系嗰阵时真系冇 omakase 啦，嗰个年代啲唔嗰阵时高级过元禄多少少嘅嗰啲咯，系。哦，即系可能千两嗰啲，劲过千两少少，系啊，都系食寿司嘅，食寿司嘅系啊，食寿司嘅即系唔系食嗰啲定食嗰啲嚟嘅，唔系系啊。哦系啊，咁啊就冇啊，咁你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即係高中嘅時候咧，就係俾唔係我因為做暑期工，翻暑期工，咁喺暑期工嗰度咧，咁啊識咗好多男同事，咁嗰啲男同事都唔係大年紀啊嘛，即係我可能係廿歲、十八九歲咁樣啦。啊，我冇廿歲嘅嗰時，應該十八九歲啦。咁跟住之後就咁啊，好多同事都後生嘅。咁嗰間同事嘅後生全部都係。即最多都是廿到蚊咁嗰啲啦，即三字頭都未到。咁但其實佢做咗成可能十年八年嘢嘅嘛，咁樣咁佢咪帶我哋出去玩咯。即我係 part time 噶嘛，我係講打暑期工，應該係講即翻幾個月嘅啫咁啊。咁跟住之後佢咪帶我哋去，即我覺得我最見識到嘢就係嗰段翻暑期工嘅時間。都係，我覺得女仔好嘅就係其實你有多識到啲年紀大啲嘅男士，大十年八年嗰啲啦，即你唔會有個。大个十几岁嘅中五六嘅男仔可以我带你见识下，咁我好惊啊嘛，大佬。但你啲女同学真系对你真系好啊，真系。即系如果嗱，你获益良多啊，系获益良多。咩？我呢女同学就本身就见识多咗，咁就我教你带埋你去。哦，啱啊，系啊。唔系你嗰时僆仔嗰啲，净系喺波地嗰度打波啊，咁嗰啲系算噶啦。好毒噶嘛，嗰阵时系。系咯，好毒噶嘛。唔系我 friend 都 OK 嘅，佢两个女仔 friend 好 friend 嘅，咁。即係佢只要講到明話，我而家嗱今晚你俾錢啦，我帶你去見識下啦。哦，係收兵都收咗啲嘢嗰陣時。喂，大佬十八廿二，我其實我覺得嚴格嚟講唔係呢個唔係叫收唔收兵，係真係個男仔都好想揾個十八廿二啊嘛。問題係咁嗰時我咁啱啊，十八廿二，喂仲係學生嚟嘅啫喎，嗰陣時係呢啲好正常嘅女士嚟嘅，思想比較成熟啲。咁跟住之後佢咪帶。系啦，就会就系、是、会见识多啲咯，即系带你去去唔同地方食饭啊，剩啊，跟住之后嗰啲活动又系特别啲噶啦，即系可能会带你入去马场啊，去有啲即系嗰时都唔兴，即系你唔即系有即系就会揸车送你去去沙滩去行沙滩啊，系啦，跟住中意即系。是會多很多不同的見識的。是啊，你同年紀男仔邊有咁嘅財力時間啦？係啊，你同年同齡嗰啲唔會啦。係啊，係啊，帶你十年八載嗰啲咪先會帶你睇下呢啲嘢咯。嗯，就係咁啊，就算十八廿二都要你咁樣。多謝阿 John， 多謝曬。佢佢講客觀説話啫，正常。多謝。係。好，咁啊就睇翻個市係咪都係十八廿二咁樣。彈翻啲喎。彈翻少少咯，百六點。唔係，我自從今日嗰下咁樣之後咧，我覺得都係反覆向下，即係彈下跟住就跌翻落去。係啊，冇啊，都係悶啊嗱。但我覺得尾段咧，可能啲貨會沽得多少少，因為事關都係等數據，今晚嗰個 CPI。咁同埋咧，我想話即係今日好多啲
能源股咧都係差啲，啊，但係啲電股 OK 喎。電股啊？係啊，你睇下即係991嗰啲咧，哇！一越夾越有喎、啊。今日啲電股 OK 喎、啊，係、啦，咁即係仲有隻23。九一琴日睇到應該使，應該繼續嘅，但係嗰啲咩1088咧，呢啲綜合啲嘅電股咧就麻麻地。1088，我煤炭。因為你傳統嘅電股有即係內國泰君安啊嘛，前日都琴日定前日有啲報告就話其實佢好過新能源嗰啲企業嘅。係。咁因為就係可能係即係唔會咁大嘅風險啊咁係咯。咁係咯，係啲電股叫做做得好多，係咪啊？嗰啲係咪電股咯？電股真係啊，係啊，即係咩23280啊？二三八零麻麻喎，二三八即係有翻啲反彈咯，係、啊，咁啊，另外仲九九一最好睇，係啊，九九一啦，仲有啊，仲有咩968啊？睇先，唔係968係新能源電嚟嘅，傳統電股咯，啊，揾翻啲睇先啊，揾翻啲同行嘢先。我諗緊1088會唔會過幾日先炒啫？因為佢成日都係咁樣啊，係嘛？佢大隻啊嘛，同埋佢係兩邊都有啊嘛，係咁啊我唔知道大家可以敲下，如果佢可能會即係炒到未浸，即係呢個板塊。836啊，836今日都夾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睇下有冇機會係即係呢一轉係又炒翻啲電股。嗯，係啊，836同991咯，都比較形態比較勁啲嘅。係啊，836991。啊，Hello 郭靖啊，Hello。嗯。睇下先。今晚我估應該好多人都會搏一搏郭靖紅。係啊。即是博佢 CPI 繼續高啊咁啊！所以我即係1211我都係唔走住。好都係嘅，你可以博佢聽日。1211都真係唔走住，費事。即係就算你通脹突然之間好似好過預期，應該都唔會大夾啩。係啦，你睇下尋日咁樣，佢都有夾成100點啊！嗰、那個美股臨尾嗰時候都係要回翻20多點。我而家最驚就係琴日嗰，我最驚琴日晏晝嗰下已經係叫做已經。大的反彈，佢已經今個禮拜已經做咗啦。嗯，跟住就麻麻一一，或者可能今日可以過夜紅嘅。冇問題啦，一二一一齊齊坐啦。但係佢穿150未喎，而家195喎。企喺度等你買啊！係啊，如果你又真係有心嘅，覺得你呢一棍都係虛嘅。唉，不過係有少少短線係有啲壓力咧，就係見佢尋日買得好快啊。嗯，係啊，同即係買得好快。跟住之後，又唔係好跌得落咁樣，今日又再咪就美團咯，可以搏佢嚟到一棍，嚟到一棍落啊！係啊，你唔係想搏佢上嘅咩？唔係，但我想啊，但係佢就係個樣就係想再落，係啊！我個心係好想佢上嘅，但事實佢真係落。我想純粹因為我中意佢槓桿高啲咧，佢牛而家大啲啊嘛，即係有翻啲水，即係有啲水位賺下咯。我只會等佢再跌多棍咯。如果唔係，如果你覺得佢紅，我覺得佢應該可以再落多轉。因為佢142就好明顯係有阻力喺度，咁但係所以呢位即係搏佢落去142咯。今日聽日翻嚟咁開142，跟住彈翻上嚟。嗯，係咯，真係冇乜肉食嘅。美團冇肉食啊，自己紅埋1299啊，1299啊！點啊？大家要對沖嚟緊就係過年要交新一期嗰啲保費啊！哇！我想話我啱啱嚟緊就我嚟緊要 cut， 我要減添啊！我有其中一份我想調整一下，調整下唔要啊？但係你咪嘥咗咯，唔係唔要即係有。我要有啲真系冇需要，對嚟講真係發現真係嘥，即係我哋冇理由再供多，繼續供落去噶，係咪先？係啊，冇必要嗰啲就唔好供咯。而家我諗住 keep 翻嗰啲醫療保險，醫療係最重要的，即係消耗性嗰啲保險算啦，係咯。嗰啲話幫你儲啊，嗰啲剩嗰啲十居其九咧，係啊。即係都係俾佢蠶食多㗎啦，多過香爐多隻鬼。我成日覺得理財咧，你都係要乾淨利落，係啊，唔好搞得太複雜太累贅。嗯，係啊。咁啊就如果你話講保險股嘅話，1299咁，我覺得佢都應該要補埋個裂口啊。嗰個投資前嗰向上裂口，佢算補得冇乜點補過，係啊，所以我覺得佢都有條件補落去。因為1299紅都好合理啊，浩文。係啊，因為頭先我哋麥前我哋都想講啊，今日有使唔使講一啲貨幣啊嘛 ，yen 啦，而家好弱啦。不過我唔知
點解講 yen？ 咁但係我哋先講咗英磅先，因為而家就話英國佢再次強調翻啦，佢唔會撤銷佢個龐大嘅減税計劃。係。咁即係蔡維斯某程度上佢要繼續堅持翻佢當初嘅政策啦。係啊，同埋佢嗰個買債計劃好似買到聽日啊嘛。係啊。之前啲人覺得佢會 extend 噶嘛。咁但係佢冇彈藥，即係英倫銀行話佢冇錢買。係啊。可能係咁。咁佢呢一條路佢應該行唔通噶啦，所以佢堅決咧都唔會繼續買噶啦，買到嗰一日就嗰日就算噶啦。所以其實咧，大家真係有定心理準備，再放寬 BNO 咯，真係喎，再放寬三加一咁樣，四加一哇，更加多人過去。即係以前而家係五加一噶嘛，係三加一即刻啲人衝去嘅，衝過去啊！咁嗰啲人咪差唔多咯，七七八八噶咯，冇講笑，坐多兩年攞到噶咯，跟住又見佢哋翻嚟，可能係啦。我哋轉頭再講講呢個移民，但係而家英鎊咧就係話會，我覺得可能嚟緊會再有新嘅一波，就係啲英鎊日元嘅，特別英鎊會再跌多少少啫。日元我唔知喺呢個位會唔會企穩咧，因為今日佢嗰個央行嘅行長出聲，係佢話咁樣跌法唔好，係啊。咁梗係唔好噶啦，對佢哋嚟講。係啊，咁就即係佢第一次咁講，即係少可再講下咁嘅嘢咯。咁即係會唔會先講嘢，跟住轉頭突然之間又再俾即係買翻啲債啫？嗯，咁其實呢一件事好反智嘅，係啊，即係你呢一頭就係即係加緊息嗰頭又買翻債咁樣，咁你究竟想上定係落啫？係咪先？咁樣咁啊，就依家見到成個英國金融市場一路都係喺個緊張狀態噶啦。嗯，係啊。不過我成日覺得咧，有時咧就多做多錯呢個 moment 係啊，即係佢哋有新官上任咁樣，即係我覺得就盡量少做少錯啦。咁冇啊，你都係交翻俾英倫銀行自己做翻真係管理通脹嗰、那個。職能啦，係啦。但我反而覺得冇計，蔡維斯同你從佢突然間推個大規模減税嘅話，佢好明顯就係覺得我自己接約翰遜嘅位嘅，本身個任期都唔係完整嘅啦。嗯，咁我不如嗱嗱聲做咗先，即係睇下可唔可以搏一鋪咁樣，可以名流青史青史咯。係係啊，咁但係我覺得，但係英國真係冇錢嘅。我問所有英國人，無論佢係咩階級嘅，佢都有講英國政府冇錢，係。嗯。咁因為佢就 BNO 再放寬啲咯，因為我覺得佢有放寬嘅條件嘅。譬如點解咁講咧？譬如呢期其實台灣好多過去兩三年過去台灣嗰啲人咧，全部走啊。係啊，因為台灣都係趕人走，哇！真係好鬼衰喎。係啊，唔係我佢冇一個好明確嘅移民政策。唔係佢咪唔明確，佢突然間加好多唔同嘅嘢落去啦嘛。都死啦！你冇啦，你突然之間就係已經唔明確啦，隨時加隨時減，你八年選任期就完咁，同埋最大問題就係你連你自己啲人都睇唔掂，原來咁多人走去柬埔寨俾人劏，即係咁你後生仔點解要搏呢啲先？即係本土經濟好唔掂啦，係咪先？係啊，係啊，係啊，咁你出路啦，係啦，冇啦，你而家必定係要咁樣，你要挽回啲信心，就係話我交代翻就我唔係要咁多人入嚟嘅，我唔會俾咁多資源出邊啲人去同你瓜分嘅咁樣。冇好多人都走喎，我啲 friend 同我講，好多人走咗好多，佢住喺高雄一個鄉村仔啫嘛，香港人嚟嘅，佢望住，因為佢娶咗入台灣老婆，佢睇住反修例之後入去的香港人的數目，再看住佢哋嗰班人大部分走啊嘛。嗯，呢今年都會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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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都呢幾個月陸陸續續聽到啊，即係好難，因為根本就唔知道幾時先可以攞到身份證，好難。啲嘢又不停改，咁咪回流翻嚟香港先咯。翻到嚟香港，咁我不如搞 BNO 咯。係啦，英國啦，仲好啦。係啊，即係起碼叫做，雖然我覺得英國都可以突然間加嘢減嘢嘅。其實移民政策就係咁樣噶啦，你見澳洲嗰啲都係噶。突然間，我有一班朋友就係一成家人有老有嫩咁樣，全部一齊過去。點知去到成四五年咯，已經都成四五年噶咯喎。然後話佢哋超齡咯，嚇！跟住之後成家就話唔俾個我唔知係唔俾佢入籍一定就冇得入籍噶啦。個 PR 都好似到期定點樣？咁跟住之後就。成家趯咗佢翻嚟咯，咁然後佢哋而家喺香港又再英國咯，即係佢呢十幾變咗嚟緊呢十，即係由佢嚟緊嘅五加一啦，再計埋佢之前嗰幾年，再翻嚟香港一兩年啦，呢十幾年都冇居無定所，係、所以其實都成一家人都好折騰咯。係咯，不過又咁講，呢而家世界就地球村嚟嘅，咁、你又資訊又咁發達咁樣咁。
即係有啲即係又唔會話即係超級大影響嘅。不過你起碼呢十年你做唔到任何嘅投資啦，係咪？一啲好長線嘅投資，或者你貢獻咗啲税咯，冇攞翻嗰啲。係啦，無啦啦又進貢咗啲税咯，咁你犧牲咗啲青春同時間。不過好彩話小朋友都叫做係 keep 住有，唔係最緊要小朋友應該 OK。係啦，咁佢又可能對佢嚟講仲正添。哇！呢四五年又喺澳洲翻學，跟住兩年喺香港翻學，跟住之後嚟緊六七年又會喺英國翻學。嗯，咁佢哋個視野又可以好唔同嘅，即係對佢嚟講，好似好遊牧民族咁樣咯。哦，唔係啊，損失金錢可以再揾咧，如果佢有能力。係啦，但最怕就係、喂，其實你咁兩個媽咪就冇做嘢啦，咁啊靠爹哋做嘢。咁其實爹哋你每 set up 一個 business， 你又要使錢，跟住啲未有 return 嘅時候，你又俾人趕走咗，然後你又重新喺新嘅地方再 set up，即係好煩咯。即係呢個 case 我都係第一次聽喎。不過澳洲的確係澳洲啊，係啊，係啊。O K， 係亂㗎，即係嗰啲移民政策係。係咪啊？唉，咁好彩冇乜興趣嗰度。所以大家要小心啲。英國就暫時嚟講就未有聽到啲一啲咁樣古怪嘢啦。咁但係因為你距離個五家仲係好遠啊，佢係2020年先至開始講有 BNO 呢一樣嘢。我身邊啲人會同我講話，唉，會唔會突然之間落閘唔再咩㗎？但係我咧就我都堅持咁睇法，我覺得佢冇錢。政府真的沒有錢，他沒有什麼由即他都還是仍然有條件去開放，是因為還有幾樣東西暗湧都是我之前強調過的，就是一來他蘇格蘭來緊又來緊又講獨立了，是啦，因為他自己可以揸住油田過日子嘛，他又 可以自己跟歐盟再談回、你我獨立了，你不會收回蘇格蘭進去、所以對英格蘭來說是很不利的，你尤其而家個經濟咁樣，你又要使好多錢去刺激翻落去，咁你錢喺邊度嚟咧？你又脱咗歐咯，係、啊。唉，咁啊，總言之就其實歐洲都多事噶啦，同埋繼續係講能源嗰樣嘢啦。睇都大鑊佢真係。我記得 Gary 有講過即係通常你投資一啲嘢喺佢最差嘅情況之下，係有啲人高手會咁做嘅。都是我同意的，譬如有些人會覺得現在歐洲經濟是差到無論的時候，正正就是你入去的時候咯。嗯，是找便宜咯，就像成哥咯，或者 N 年前找便宜，是不是08定03年之後，香港英軍集團就過了去美國，不斷買狂買那個房地產嘛，跟著08年之後美國放水再收回水，即是水的時候，那時候英軍就有很多美國資產就升得很即是值錢咯，那時候已經上一波美金個強勢嗰次，佢咪賺到咯。哦，係、你講英軍集團？係啊係啊，羅氏啊嘛。哦，即係你講個冠軍產業咯。我唔知佢，總之係嗰族嘅人啊、即係佢唔知係咪走去，唔知係咪用冠軍去美國買啦？總之係羅氏家族咁先。羅氏家族咁。係啊。哦。不過羅氏，我唔係好熟嗰邊啊。羅氏都佢哋嗰班人都幾兄弟啊。佢哋增產嘅，我就係知道。係咩？我就知道是增產，我就知道那時候我在年輕的酒店做過事就是這麼簡單啊。不過呢，我想說呢，這麼巧呢，我昨晚吃飯呢，席間呢，坐我隔離呢，就是2778冠軍產業的 CEO， 那呢，就他，我都有跟他談，喂，怎樣啊，你們的 risk 啊，這樣，去年那些基金分派如何啊，這樣，那那些租金收益啊會是怎樣，那他都說很艱難啊，他說他好彩，他說他們呢本身呢就在英國那裡就沒什麼怎樣買東西，是的，所以呢就買得少，有買但買得少，他說如果不是坐在那裡都輸，是的，他說都即類似是說到是撿回身材這樣咯，是的，他 都對個地產市況、即無論是海外又好，甚至是亞洲東南亞都好啦，都佢話都係跌緊，即係啲價格全部都係跌緊。咁所以我諗對佢真係呢啲咁樣嘅房地產信託基金咧，嚟緊嗰啲即係全年嗰啲分派收益咧，都會係比較預咗係會弱少少嘅啦。嗯，係咯。我頭先入嚟之前，我睇篇文章有咁講嘅，佢話在大流行和即係咁多呢幾年咁多事情發生之前，其實全球嗰、那個製造業咧，其實都是歐洲啊、美洲啊，即係美國啊，同埋即係東亞咁樣去瓜分曬成個地球嗰啲產業鏈嘅。咁但係自從能源價格高企咗之後咧，其實歐洲嘅產業鏈咧受到破壞好大，因為最主要都係一啲能源價格飆升啦，
令到當地僅存嗰啲咩鋼鐵嘅啲高密集嘅產業咧，更加做唔到落去。嗯，咁佢哋而家就選擇搬去美國，因為當地嘅油誒、即係油同氣嗰啲價格，佢自己有得供應就穩定啲啊嘛。因為佢走唔到俄羅斯啊嘛。係係。咁而家就歐洲就係情況更加格，即係能源價格唔係除咗因為我過冬。冇石油氣，冇天然氣用啊，係好多產業係捱唔到落去，因為你高咁，我生產成本就扯高，咁、我就冇再做落去嗰種要落去咯，係咯。係啊，所以其實嗱，好似歐洲嗰邊啲鋁企啊，做鋁嘅。嗯都喺度講啦，就係話因為個能源短缺嘅問題啊，價格高漲，不如搬去美國啦，咪算咯。係啊，咁佢哋一係搬啦，甚至係將部分嘅生產線停咗佢。係啊，係啊，咁所以你今日見到中鋁咧，就2600啊、358啊咁樣，都叫做逆市有得升下啦。不過其實我就覺得。即係又唔係勁關事嘅，咁但係即係係咪真係著數到2600咁咧？即係人哋買唔到歐洲嗰度唔開廠，係咪益到中國嘅鋁廠咧？咁樣嗱，我就唔熟嗰個行情。嗰啲就要考慮政治個問題咯。係啦，咁係咪會真係佢唔買就會買你中國嘅鋁咧？咁係啦，我自己有個疑問咯，係咪咁直接咯？我覺得歐洲佢哋啲廠家啦，即係佢歐洲做唔到落去啦，嗰啲生產線咧都係選擇一就係印度，一中國，一就係美國啫。咁你中國就係考慮到，我估佢哋會照擺嘅，因為純粹風險嗰個分散。係。咁你冇理由完全撤出大陸個市場啊，係咪先？嗯。如果唔係呢幾年其實有啲新大廠咧都照樣整生產線喺大陸嘅喎，即係例如福士啊、新疆都有啲有生產線嘅，即係佢哋都會咁樣部署落去，即係唔會一味就話。啊！驚中美咁鬥前不休，所以我完全唔理大陸市場啊，又唔會嘅，因為你大陸市場嗰個問題，即係個好就係有內需，高度集中曬所有零件嘅嗰啲生產鏈喺度，咁你好多嘢就可以高，即係效益好好咯，係咪先？唔會斷咯。係啦，就算你好似我哋講起呢樣嘢，譬如比亞迪佢啱啱宣布都喺印度搞廠，跟住我同阿 Sir 講話佢唔驚小米啊？個 case 啊，係啦，咁但係佢都要照做，冇計，你可能慳到錢，要慳錢咯，都要搏一鋪係咪先？係啊，又或者佢嘅 bargaining power 又唔同小米咧，係啊，係啊，可能管理層又唔同嗰個雷軍咧咁樣，係咯，即係 style 又唔同，咁樣個企業管治完全唔一樣嘅，個 style 唔一樣，咁都可能佢 OK 嘅，係啦，可能確實即係佢首先阿 Sir 所講個風險唔係好嘅，真係。都驚噶你，係咪因為中印關係其實一般般啫嘛？係啦，佢呢排叫做邊境問題，大家叫做可能已經傾掂數咯。但係呢個問題都喺度，係係，即係一直都係存在緊。係啊，咁啊就係較早前就計劃喺印度起第二間廠啦。咁佢第一間冇事，應該都冇事嘅。嗯，係啦。咁就睇下咯，一一繼續喺出邊佈局啦。佢上一次新聞好似係喺泰國整生產線啊嘛，好似係泰國係嘛，好似係。啊，咁啊就另外啊883啦，有啦，頭先講開能源嘢嘅時候，883都肉酸啊，咁啊睇埋就293咧更肉酸啊，有啲新聞嘅，咁就唔知咪耶倫跳咗出去講嘢嘅，嗯，咁佢就話耶倫警告，首先俄羅斯中國咧會帶嚟政治脅迫嘅，佢無端端咧會我心，我印象中佢係講財經啫嘛，咁佢做咗財長之後咧就講咗好多。自由更加多廣泛嘢啦，咁即係有任務嘅喎，佢好似佢已經適應份工啦，咁先咁就佢就話好多地緣嘅政治脅迫咧，就嚟自呢兩個國家，咁就即係佢覺得係會影響到美國嘅咩各方面嘅供應鏈嘅穩定嘅，全球經濟都因而咁有風險。咁但係另外一單新聞就係佢覺得應該即係繼續即係點講？如果對俄羅斯油價設一個上限咧，就$60。佢話咁樣咧，俄羅斯確係有理由繼續生產同銷售石油嘅。咁但係冇計呢個價格上限，之前都傾咗成兩三個月，都係大家都覺得好笑啊嘛！即係有乜理由你幫我定價？我打緊仗，但係你又幫我 set 啊？你只可以買$60咁樣，係啦。咁我估即係。即美國就係、是、可能呢個咪特別跟美國覺得理想中嘅石油價格咧，係即係六十蚊，六十蚊係啦。嗯，
咁就就睇下佢哋點。咁如果個石油可以撳到去$60嘅話，咁佢通脹都撳唔少啦。哇，好多啦！係啊，幫美國通脹撳唔少，咁佢就可以唔使再係咁加息。$60好似略高於之前油價大冧之前嗰下，係咪都係呢個貴？差唔多，係啊。即係咪全球化最去到最極最好嘅嗰陣時候？係啊，係啊。即係嗰陣時候，嗱，你唔好講話唔計負油價啦。負油價之前嗰個油價大概成段時間都係企喺$50個水平。嗯，係啊，即係講緊可能甚至係去到$40附近都有，係啦，40至70啦。這個水平啦，咁佢耶倫就講到好大義凛凛啦，就話唔想全球咧繼續受呢個俄羅斯因素，即係俄羅斯會產油同賣油啊嘛，但俄羅斯唔跟隊啊嘛，而家如果擺$60就好啲嘅，如果唔係全球啲就會受到呢個油價飆升啊，即係佢講到為咗全球着想嘅，咁但係實質大家都明噶啦，佢都諗一次先係，係啊，咁佢就話即係。因為在這個價格機制定的範圍可以令到俄羅斯繼續可以生產和即令到那個油價可以不需要這樣升發咯、嗯、最重要就是保護到全球免受到油價飆升所影響叫大家呢就不捱貴油這樣就定$60啦就咁话啦，即系好似咧，我同你住埋隔邻居，我哋不嬲都唔啱啊！为咗垃圾袋咧，大家已经抹晒面啦，啲成、垃圾摆门口。不过我同你讲啊，小珍啊，不如你听我讲，做啲嘢得唔得？系啊系啊系啊！跟住你小珍觉得咁样傻啊！咁啦，你就去买个新垃圾袋翻嚟，系啦，再埋我啲垃圾落去，系啦。咁即系人哋睬唔睬你先得噶？我同你关系咁差，你仲叫我做嘢，傻仔嚟嘅咁样咯。系啊，不过咧讲紧呢个俄乌战争咧咁。都你可以分享一下就係、是，我身邊有啲鬼佬 friend， 佢哋好驚咧，特別歐洲人，佢覺得嚟緊戰事擴大咧，會變成一次大戰。係，佢覺得嚟緊咧，至少佢哋歐洲人咧，有好多人會投入埋嗰場戰爭入邊。係，佢覺得呢個風險好高嘅。O K， 係啊，點解咁悲觀咧？佢哋可能佢哋角度或者佢哋接收嘅資訊就覺得嚟，即係好多，譬如佢意大利人嚟嘅，佢本身可能同打仗冇任何關係，但係佢都。他們都可能覺得接下來戰爭的演變就是這樣、他覺得自從二戰之後大家已經很久沒打過一場很激烈的了所以他覺得是一種周期性的事情、即必會發生的是啦即至少接下來因為俄烏而可能有機會拖整個北約下去就是這樣、不過但是經歷過這個俄烏之後大家我想幾個大國都很小心翼翼去處理這個問題、當然即不可以立亂開戰、即你開戰的成本可以很高、喂說你贏緊的你不是贏緊的嘛還有、其實是不是前日我和你都是討論過在俄烏戰爭裡面大家以為俄羅斯很快會搞定烏克蘭但發現不是、即當烏克蘭繼續是即有美國去支撐、有北約去支撐的時候即你以為、即俄羅斯的軍力可以一兩下散手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拿到你不是咯原來都是艱難的那所以我覺得即個國家都是會本住一個即比較審慎的心態、雖然有些人是很想挑起事端的、總會有些這樣的因為即利益的關係啦這樣但是是啦即作為平民我們當然不想啦、當然有時有些仗你不能不打的是啦、沒有啊其實我估俄羅斯動員我估烏克蘭那邊已經沒什麼人了他現在其實很多人我估都是北約的僱傭軍來的是、其實某程度上慢慢、你僱傭軍打完這批真的不夠人你就繼續 call 更多的歐洲人進去投入戰場咯、用錢而已是啊哇！個市好鬼悶啊，得翻個$85，空氣好似靜止咗咁。係啊 ，Gary 話呢個好笑，我聽到佢話耶倫係金融界嘅瓷器，成日出口述做埋聯儲局嗰份，慣咗啊嘛。咁你以前即係行呢個睇唔過眼啊，嚟噶嘛？你係 chair 嚟噶？佢見阿 Blanche 咧可以攞到呢個，攞唔到咁得，我一定要啊！我都想攞經濟學嘅呢度，收成千萬美。几多啊？瑞朗啊？
幾多瑞朗啊？唔記得。唔係佢嗰時幾個人一齊分嘅。係啦，分三份啦，當300萬瑞朗都勁啊！唔係，但呢樣嘢可以名留青史係好事啊嘛。係啊，唉，佢可能自己見到啊，唔係幾開心。我都耶倫都覺得自己係咪我都有條件攞諾貝爾？係咪啊？係啊，布啲依家布丁哦，普京係。依家留曬親兵喺莫斯科，驚人反佢啊！都係啊，因為內憂外患啊嘛，就係、是，係、嗯、啊，你總裡面你裡面一定會有人有反對聲音，咁有好多反戰嘅人噶嘛。我覺得呢個機會可能會即係如果講起我會比較難啲，因為佢哋普京唔係一個人嘅。你點解就即係話齋點解嗰架遊艇嘅主人呢、嗯、件事會搞到咁大？就因為其實普京係一班。成個寡頭咩叫寡頭啊？係啊，俄羅斯啲咩寡頭咁樣有錢就因為佢同普京係一齊共同進退噶嘛。講真，真係共同進退喎。普京冧咧，普京冧咧，佢哋嗰班人唔係拍拍攞攞走咁簡單嘅喎，係、嗯、直接係都係一齊受罪，有機會即係官商勾結啦。佢哋係啊，一定係有錢佬同埋即係超級重量級嘅政治元首。你哋呢班人點樣一齊上嚟？你冧檔嘅時候，我估一齊拜拜就係咁，係、嗯、啊。最近都好合理，係啊，你嗰啲咩梅德韋傑夫啊，或者係係咯啲寡頭，全部都係收咗好多利益喺度嘅，係啊。嗯是啊，所以大家都共同進退。即係阿 Key， 你係咪有嗰個字咧？有啲有啲文明嘅字眼喺入邊，所以顯示唔到出嚟啊。係啊，好想 X。點解版面會唔見咗我啲留言？係咩？冇喎，我哋都唔會 delete 留言嘅喎。係啊。哎、咁啊，跟住之後睇下先，仲有啲咩嘅，其實冇乜特別好移動嘅股份喎、啊，今日冇嘅，都係炒向下咯，睇下可唔可以再向即係。頭先我講話有少少電股咯，係咪可唔可以諗住跌到去16000，跟住開開心心啊先？正常啊，其實我覺得要穿16000啊，2020嘅安踏體育，哇，今日都肉酸喎、啊，去到 range 底喎、啊。不過我想話體育股好鬼難炒，唔識。而家 range 底都冇乜意思，隨時再穿落去、啊。哇！呢、這個真係好有，好好好想穿，好好難，好大機會會穿啊！80，即係2331咧。2331。2331都哇，棍棍落喎、啊，真係。我諗緊呢個520咧，嚟緊會炒下冬天嘅季節嗰啲邊爐股啊？係啊，佢都落得唔少咯喎，嗱，佢而家嚟到一個位置。哇！好弱。即至少好弱下喎，我知可唔可以睇4蚊搏一波咁樣？哇，佢都50天線位，佢都使咗唔少啦，係咪先啊？炒佢個燒肉高端燒肉新品牌。哦，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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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同埋佢之前咩啊嘛，話想買啲乜鬼，跟住之後就懟咗落嚟，然後又話唔買。啊，唔係呢間，唔係呢間，好似係9.9咯，記得。所以9.9，9922。9922啊？係啊，呢間係啊。哦哦，係啊。佢同啊，好似碧桂園啊嘛，啊系，唔知邊間，唉，並非哦，系9毛9早前就計劃用10億買碧桂園嗰個廣州嘅金融城項目嘅26% 股權作為新總部，不過就引起市場震撼啦，咁啊令到咧9毛9市值暴跌，係啦，即係。冇啊，驚係衰起上嚟，攞埋一堆堆啊嘛！咁、啊、你咪搞人哋啲嘢啦，啲嘢都唔值錢啊，仲要嚟做乜鬼啊？咁一陣間嗰10億真係攞嚟掉落鹹水海啊！咁，咁所以就同埋都冇啦，冇咗件事啊嘛，係咪啊？係啊，雖然冇呢件事，但係你咁樣做過咧，我都唔會咁買9毛9.92。即係覺得你呢啲係乜嘢嘅決策啊？係啦，我大佬啊，個資金差啊！啲決策，你個嗰個企業管治好有問題。係啊，呢個資金差，出面咁多平貨，我梗係更加唔會諗你啦。咁你又突然之間，你老闆聽日又飲醉酒嘅啫，就攞決定又買咗。係，俾人灌咗兩罐。哎呀，跟住哇，今次我們去吧，我們一起吧。跟住咧，啲人咧發現咧，原來你會反口嘅，今晚就係。走嗰度咧，攞埋份合約叫你簽埋佢先。係啊，天仙局添啊，唔知係咪？跟住聽日唔知買邊。係啊，咁啊，冇啊，冇信心啊，都係睇翻520啊，如果飲食股啊喎。9922啊？係啊。唔係520啊。520係你中意只多啲。6800，因為佢唔掂喎，佢嗰個咧嗱，佢又係管理層嘅問題。佢老闆 N 年前咧，突然之間變成性格。
變咗星洲佬之後咧，我覺得成件事已經變曬啦。嗯，即係你係走資咯。係啊，係走資。你仲走得仲快過阿黃建林喎，走得成成功多黃建林喎。我所以頭先咧又唔知講開啲樓市嘅問題咧，話而家咧內地人咧好多人買日韓嘅樓啊。日本和韓國，那你買不到自己地，唔係即係地自己本身地方就不買啦。咁、好啦，下一個點應該諗香港噶嘛？因為而家都驚香港嗰度咧咁嘅情形咧，即係嗰個成個政治環境或者係個經濟環境啊，即係唔似19年之前啊嘛。嗯，係啊，咁即係以前咧，可能大陸可能賺，亦都嗰陣時候未有軍庫呢一個嘅信息噶嘛。嗯，咁你嗰陣時候大陸人揾完錢，咁可能就會投就會擺喺香港，香港咧就做個跳板去翻去海外。但係而家可能即係大陸嗰啲富豪咧都覺得呢條橋唔 work。咁啊，直接就可能買日韓啊嗰啲嘅市場，佢可能覺得仲走到錢，即係咁樣講。一嚟入而家入本，我唔知韓 yen 點都係好低位啦，係啊，但係問題係，我覺得嗰邊日韓嘅樓市都其實係疲弱噶。唔係，但係如果譬如日元咁低位咧，啲人話其實咧最著數的確係買資產嘅。係。你呢個時候買資產先至係想。即係攞個低位，先至可以賺到呢、這個呢一波咁嘅跌浪嘅。嗯，的咁日本樓又唔係話日本樓係多咯，咁有啲應該都係優質都要揀。我估啲人即係大媽曬買嘅時候，應該有條天啲人幫佢揀嘅。係啊，咁揾啲最有可能反彈彈得最多嘅地段咯。港樓咧，而家就見好多，譬如啊南洋啊中資嗰啲推好多人內地專才買樓貸款計劃。係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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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而家谷緊啦，咁啊。哇！真係好多，而家我估佢咧嚟緊即係施政報告咧，即係可能喺樓市方面咧，又會真係方便嗰啲大陸人嚟香港就撤辣啦，撤銷個辣椒啦，就大陸人唔使額外再徵税啦，海外買家咁都叫托市啊，係咪先？係啦，托一托啦。咁跟住之後，而事實上咧，我想話即係而家咧，唔知道開咗咧港大啊，都開成6000個嗰啲商學院嗰啲 master 位咧，佢。俾咩人讀啫？俾你同我讀咩？俾內地人讀噶嘛？咁佢哋嚟到嘅時候，佢哋就要買樓噶啦。佢哋要揾地方租又好，買樓又好啦，咁樣咁。咁跟住，咁裏邊有新錢到咯。我覺得呢個國策好噶、啊，我覺得係加速。德政嚟嘅。我覺得係為咗大灣區嘅建立啊，兩地人才嘅互相共用咧，係絕對係好事嚟嘅。同埋、應該嚟緊係會輸入外勞嘅。唔係，我哋不嬲都有啊。唔係啊，即係我哋咪講緊菲律賓姐姐嗰啲外勞，哦，係高專才嗰種外勞啊，因為走得太多專才。咁要開關啦，真係要開關啦。我諗佢係嘅意思係俾佢哋入嚟攞身份證嗰種。嗯，係啊。唔係我覺得如果你唔係嗰啲每日七百個 quota 嗰啲咧，嗰啲算啦。啊，即係哦。但係你話係150個嗰個咩專才計劃嗰個，應該唔係呢樣嘢。如果你係好似輸入外勞，即係你似。整個香港版吸收專才，連啲錢過嚟，我覺得 OK 嘅，係啊，即係你大錢買樓，兼且你又係審查過你啲，你可唔可以益咗香港人先咧？樓價托住應該都 OK 嘅，係嘅，係啊，咁樣好啦，咁啊就見到我試下12:02啦嚇，恆生指數咧都差唔多收實噶啦嚇，咁啊見到呢個恆指加下嚟講咧都係即係。都係要跌啦，現時嚟講166點嘅跌幅啦，1% 到嘅，成交方面430多億。好，咁啊就傾住咁多先，聽日再同大家傾過。好，拜拜。